们真的是把我们打得好惨，因为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完全走别的套路，真的是意外。我觉得他，我其实觉得讲这些话有一个人好讨厌，一直在。我也觉得还好，我往这边一看，只有四个人在我的视线里面，有一个人不在。我什么都听不见，只听见叽叽喳喳，一群小鸟在那边叫。一个字 Q 是你，一群失败的人在那边自圆其说，我只能说，要不是我，你会拿到原石吗？对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就不在这儿刺激你们了啊！这主要这原石实在是太重了，带着一期颈椎有点受不了。我们孤立他，不要理他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上一期，那你这一家人一人一个分呢 ？OK， 这样，同学们，在爱情的道路上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这就跟人生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随时要做好失去一切的准备和获得一切的惊喜，这就是我们心动小屋给我们的信号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环节，让我们带着美妙的心情开始今天的节目吧，来吧。